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点了，对面这把很有可能很快点了，因为我前两把都很劣势。系统按道理来说，这把对面这个阵容应该是呆呆掉，但是我们辅助是补位的，我们下路这盘能优势的话，应该是稳赢的。我可以改变、啊、这把，其实我可以带个进化的，算了，屏障也更好。这盘打完休息一会儿，吃口饭，然后世界赛也开了。这就是你的意义，学着点吧。这里都会有它的果子哦。这个是干什么？看一下。要么打，要么跑，只是现在。完了，我带错东西了，我没有带那个。带那个 A 小兵，那个也坏了，泰坦直接再往后后面一个 S 了。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。我点错天赋了，好像。我点成以前那种的七定神前血统，不知道对不对。走位，这个不 A 了吧，浪费蓝。你得盯上。对面的金羽看着也不太会的。推推推推推推，兄弟推推推，亚麻呆住了，利用他们的弱点。这线对面 AD 不仅能全吃还能凿控啊，我就知道，算了，他 AD 应该也不会控太多，这个线我只能不吃了。他 AD 果然是选择的推线，哇！现在这个装备是250吗？我按的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多兰芝是卖掉了？兄弟，什么东西啊！我多兰为什么卖掉了？这个小子笑红了，兄弟，这攻击力，我感觉我回去跟没买装备一样的，这不，这80点攻击力，不是真跟没买装备一样的呀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我勒个嘚儿啊！但留下你是因为鲜美的果实。一会儿回去再买一下吧。白亏200块，相当于这个人头没拿。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别过，别过。哎呦我！
哇，你看这少个多兰真是。我闻到的是桃子吗？怕吗我们？他为什么站这么厚啊，兄弟啊！虚空中第一法则得买回来啊！不是，你们应该打得过吧？多个辅助啊，兄弟啊！我硬让这个小丑回头的，没打赢吗？为什么？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兄弟怂了一整把，出了一次给我这边打野就在后面等，太尴尬了。这把还是一个劣势局啊，我感觉不走位。哎呦我操，太吓人了吧。我买啥呀，穷的不得了。控一下一阵凉风，我记得的让我想起了家。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我帮你先吃这个技能行吗？你别往后退啊！哎，不是你往后退啥呀、啊，哥哥？虚空会吞噬一切，所过之处，什么也不会留下。我操，满血盲僧在往后退，对面是谁能把你斩杀了？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的。我操，被逮捕了，难受了。控一下，控一下，心态一定得好。我操，
心态一定得好，稳住走位，卧槽帅，还差一下，接下他兄弟，接下他。 OK nice， 漂亮，我来推一下血。这一把我们应该是要玩一个 AP 的，不是你又干什么？不值一提。推啊兄弟，你又干什么？你又去了啊？我将会改变这个。Ally has been slain。别晃了，别晃了，来！露出破绽。老子是致命节奏，新天赋你知不知道？我会回来的，等着吧。哼，买回来怎么样？专业不？哎呀兄弟，这定位赛要这么难吗？平时这个时候下路这种优势已经赢了，队友要么把这边杀穿了，要么已经来下路提款了，很少有这种会在别的路打起来送掉的局。我操，快一个兵不漏，考察大哦，还是130。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狩猎，视野是重中之重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又是干什么？无枪吗？哇操，这么难吗？我总感觉这个游戏不会这么难。虚空也明白这个。这个进来开大狙我就给你们展示一波什么叫做走位。你们别看我现在这个血量，但是我不回。走位，再走。哎，我是主播兄弟，你们懂的啊？说话去。哎，我一碰点都死了。给我队友鼓掌，帅。操，忘了他一个 W 的，忘了。就这种，我就差一枪，然后就是这种边缘的时候，那个近视中的概率是非常低的。他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很多，就差这么一枪，然后就在旁边。你到底是狙这儿还是不狙这儿呢？你不狙这儿，我走过去我就走了。那你狙这儿，我不走这儿，你又怎么办呢？
就是一个博弈。我操，你看，有控制。这是个真火啊！哎，这不是的。爬起来，战火苍，喷的他。我听银台子作为的客人。进过来。啊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哇！哇！哎，西班牙，我紧张西班牙 ，OK。喂，博友，脸上是个没杀。哎，这装备也便宜了。到处都是怪物，我这盘海妖好像收益蛮高的耶。fuck me， 又这样子把哥们儿干掉啦。哇，我们这个瞎子看着挺帅的。近一百刀，起码红吃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秒人的那种感觉了，就是此时此刻。我是主播，这个地方很美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这小丑的盒子真是讨厌啊。
本来很轻松的杀一个，一定要让我很艰难的杀了你们两个。哦，是树，我好怀念。差70块。生存是我们都有的本能。我操，我他妈是主播，我管你个尖儿。轮阵。没啥用啊，宝贝呀。中亚也还挺好的。先看吧，女妖还是中亚呢。105法强也是105，一个加魔抗，一个加护甲，中亚好像更合理一点。我们的负担理应将我们推向高处，而不是拉进低谷。回忆、爱和希望，有这狗熊是最没有必要的东西，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，还买了个时光之杖。魔妖，魔妖，哇，你看我们这样子一直杀，但我们的局面优势其实不大，没什么优势，真的。让他们自己上钩。兄弟别过来啊，这样子两个一起死了。为什么没有人啊，我操了，我们的人啊。兄弟我从这里打到这里了，不了大龙吧？哎呀，不如五五抱团结束了算了，真的。要靠抢，情况不妙。啊？坏了！坏了！坏了！好了，好了。我们这抱团不猛的翻水，猛到爆啊！我们感觉我们抱团，能抱团吗？溜了溜了，这波不能死了。但我感觉我们打团很难哦，真的很难哦。中亚吧，因为我女妖的话，她那个彗星还有小丑太容易破了。中亚是可以实际的躲一点伤害，有用一些。按不出来的话就没辙了。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
主播五杀啦！主播五杀啦！我操！还有这种高手？这分段还有这种高手啊？哦，现在满层以后，他不会给你额外的攻击距离了，只会给你额外的自适应伤害。我要发疯！我要发疯！我要发疯！给个机会发疯，中我就发疯。OK， 我发疯。预判，他会。下面的一定是真的，打了个真的，我操，真的两下给他秒了，兄弟，你看下面的一定是真的。你干什么啊，兄弟？你想让我死？我为什么没有大龙 buff 了？这只是个开始。拿王一个打五个吗？这么无力猛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到！帅，我飞了！原来我们这么棒，哎，他已经死了，兄弟，你在干嘛？Nice。